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全新的克罗诺斯地狱集哦。那这边带大家用数码暴龙的二奖，光神二奖，神圣天使兽与天女兽来解一个全光成就。我的队伍看起来是比较奇怪一点点啦、啊，因为我就是为了解盾，然后把该塞的都塞进去这样而已。好，帝皇龙甲兽这个是我用来解五鼠强哦。你可能会想说，哇，神圣天使兽不就可以无视掉了吗？哎，是没错，可是那一关又有很多电击珠啊，所以我打算带这样子解，而且帝皇龙甲兽是孩子，还可以撑一下血量。好，在九天玄女这边是为了帮你加九 C 哈，不是为了降肉。然后在这边梅乐蒂的话，就是用来排猪用，因为中间有一关有燃烧。亚瑟的话，我们会在第三关稍微让他去触发一个减伤哦，然后在第王冠的时候会再去无视攻前一次，都是靠亚瑟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边打边讲解龙科以及队伍配置。你有没看清楚的话，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。好，来第一关。好，第一关我们去转六康，然后飙削到全部的光珠哈。好，六康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光珠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好啦，不行。好，这边六康，没关系，如果第一关洗不了，第二关也可以洗，不用担心哈。好，这边全部带走了。好，第二关的话是不能消暗啊，那这边的话如果暗珠太多，我们就直接做一康去把它消掉、哦、然后以右半边为主，因为右半边会掉新珠下来，所以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方式来补血哦。好，这边我们就稍微洗一下没关系，可以刻意去消暗啊，这样不会发动攻击，也比较省事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原则上就是看到帝皇龙甲兽，如果你是在第一关洗的话，就是看到三可以进来，那如果是在这一关的话，就看到剩下二，我们就可以准备进关哦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在两回合。好啊，这边的话就是刻意去消暗珠啊，这样不要发动攻击，省事很多哦。好，那这边看到剩下二，我们就准备进关了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先开神圣天使兽的二技。好啊，你如果暗珠还是太多，你可以用副队这一支去稍微处理一下下齁。好，那剩下就是直接全力转了。好，这样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好，好，那其实我们转珠都要以右半边为主，因为你消到九颗星的话，就会有一个额外的倍率齁。那九颗星就靠右半边的天将来帮你了。好，来接着第三关。好，第三关这边，如果你场上可以消到水的话，你就开亚瑟的二技就好啊。如果消不到，你就把一技也补下去，这样子场上就是固定这个版面哈，一定会消到水。好，那我这边可以消到啦，所以我就直接去转就好了。来，消到水之后呢，这边我们就直接把帝皇龙甲兽打开啊，打开之后空转送给他就好了。好，来这边直接锤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来，接着二血这边的话，十五康我们就直接用九天玄女去加康，然后把那个神圣天使兽的记忆打开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全力去转高 C 了哈。好，这边我想一下哦。好，四颗应该可以。好，这样子一样啦，就是以右半边为主哦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锤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哦。好，来接着来到第四关。好，第四关这边的话就是直接去那个手转就好啊，不要削到暗珠，记得留一个加护珠下来，这样子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好像没有削到九颗星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有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一样直接锤过去。好，那因为我刚有说嘛，王冠还要用到亚瑟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第五关稍微偷一下回合哦。你就偷到他 CD1， 剩下 CD1 的时候进关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原则上这一关就是用梅乐蒂，然后神圣天使兽与天女兽以及高十五双人组来控版面哦，就看你自己喜欢怎么控哦，反正控到五组一样就可以了。我这边算一下，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。好，这边是完全可以哦，所以副队这一支我们就不用特别去用它了。好啊，这边就去把它排到五组就 OK。 好啊，你剩下要叠珠或是干嘛都可以，就记得不要再手削到那个齁别的。
好，来这边削到五组一样的就没事了，直接送过去齁。好，来带走，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王一，那就是用亚瑟去破工钱了。哎，这边的话呢，你如果觉得这个新的印记有点太多的话，你可以先用这个高15双人组去把它炸掉哦。好，来接着亚瑟记一，然后记二，啊，记得水火木都削到哦，这样子才有那个，反正就是版面不要动啦，你不要再去刻意把它切割开来哦。然后等牌珠的秒数时间到，这边就直接送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了。OK， 好，来这边就直接送过去哈。来，接着二血的部分是数字盾23。好，那这边的话一样，我们就是稍微用个神圣天使兽、天女兽哦，去把珠子看能不能弄好看一点啊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这个副队再稍微补一下也没问题。好，这边我看一下哦，50、15、20。好，我这边稍微看到了，我们牌珠还在啊，所以就直接牌就好了。15、20、23。好，这边已经23了哈，就不动它了。好啦，那以上这边的话就是神圣天使兽与天女兽解一个全光成就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